前方的美女朋友，待会要到右手边帮我们照顾一下，右手边在这边招手了 ，OK。好，现在回到中间，前方之后，左手边再帮我们看一下下，谢谢。美女朋友都拍到了吗？中间好，中间下方麻烦再看一下下哦，谢谢。左手边再看一下下，谢谢。最右边。哦，好，待会再回到右手边一下哦。每一边都要扫到一下，我们今天这个媒体朋友们相当的多，每一边都要帮我们照顾一下下。还有没有照顾到的地方？麻烦请跟我说一声。中间前方，谢谢。都拍到了吗？好，谢谢媒体朋友们，我们先今天就到这。我们先拍张照好了，好，我们先做事，先到一下哈，然后看一下媒体朋友，从左手边开始哦，三位可能视线要稍微一致一些。好，再那先看一下我们媒体朋友，先慢慢到没关系，先从左手边开始哈，先看。好，然后再换到这个中间前方。三位视线一致，在最右手边，麻烦照顾一下，可能要稍微侧身一下我们右手边的媒体朋友。最右边拍到了吗？好，最右边有招手的这边，好，再回到了中间前方，媒体朋友的中间前方，然后最左边，对不对？最左手边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请三位为我们注入这个香槟卡，当然也要再一次谢谢所有的歌迷朋友还有媒体朋友们支持，这是全台唯一一场的张韶涵纯粹巡演台北站圆满大成功，而接下来的下一站呢，就会是10月15号的南京舞台善中国银联的体育馆举行，也要让南京的朋友再靠近一些些，谢谢。好，要小心一下那个高跟鞋哈。好，我们从最右边开始，谢谢。好，再到边边。好，再照倒一下哈。好，那我们从上面开始倒。好，右边，右边。好，再回到中间前方，中间前方已经等待很久了，然后还有我们这。中间下方，谢谢。在挥手的这边，有拍到了吗？有拍到了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媒体朋友。那我们要准备进行这个电子媒体联访，也请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。